点屁用都没有。欢迎来到顶楼实验室，我是杨维娇。这个呢是一个火箭，火箭的原理呢是燃烧管内的燃料，然后产生大量气体往后喷出。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，但是方向相反。这样子的话，火箭就可以飞出去。好，靠背。所以呢，只要在特定的地点呢，火箭就可以自然的冲上天空。就像大家看到的，这个发射装置呢，实在是有点 low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非常非常霸气、帅气的火箭喷射装置啦！今天要做的就是火箭炮 ，yes， 终于可以在田里打炮啦！谁跟你打炮，白痴？我的眼镜呢？在做什么？我说我们在做火箭发射器。对，我听得懂壁虎语。好香。我们火箭最高级的装备，这个红点瞄准镜。有这个瞄准镜，待会的目标一定可以100%完全命中。只是这真的有点重，给大家看看那个整体造型。我们发射器就这样做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直接到田里面去试射。随便吵。没关系，我们出发吧！还敢抄袭啊？我以为你要踹我。我们的火箭发射筒终于完成了，来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火箭的导弹。哎，我们把它设计成这样尾翼的状态，然后前面用那个高脚杯，让它有一个锥子头，让它不会受到风阻的影响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我们有一个红点瞄准镜，这样我们在瞄准目标物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有偏差了。有没有非常的帅气啊？那我们接下来就马上来开始试射吧，准备开始了。五、四、刚刚只是一个小失误，但是这不会阻止我们让它成功发射出去的脚步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射出去，我们才会罢工啊！上第二支火箭。第二发的新型弹头测试，因为刚刚第一发已经爆掉了，那我们临时要做第二发子弹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简易的制作一个新的弹头，我们把那个羽毛球的那个头放在我们的火箭前面，让它不要产生风。接下来来就测试看看第二发子弹有没有办法成功的飞出去。接下来就开始射击吧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一点屁用都没有。第二个火箭弹终于制作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了，不多废话。3、2、1。可能我们真的要去拜一下土地公了。
很遗憾呢，我们这次的火箭炮是彻底的失败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有朝一日我们会卷土重来，败不复活，再一次挑战火箭炮。真的很抱歉，我们这一次的实验真的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好了，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是姚文娇，这么多废话，赶快结束吧。还有哈少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3, 2, 1，好像效果蛮帅的哦。嗯。